鸡，哦，鸡写的很凝结啊，密字旁，安安定定的，哎呀，不带任何的轻佻笔画，安静，严谨，哎呀，饱满的点，菱形，不带任何的情绪，把它写的非常的稳定。鸡这个三个横画，一个横画稳定，两个横画稳定，这个混搭直画伸的非常的长，用力，然后粗到细，然后再把这个拉下来一点点，画出去，这个是最长的笔画。好，鸡背横画靠得很近哦，起笔写的很平哦，哦，这种地方都好平好平，比有的还平，好厉害，这科的关系。注意间隔距离，鸡，然后左边的撇来了，撇饱满起来，点，哎，这是点还蛮大的，哎，点，鸡。